茄汁巴沙鱼的做法，井号海鲜井号，巴沙鱼250克，西红柿一个，葱一根，大蒜几粒，调和油适量，盐少许，黑胡椒适量，糖少许，生抽适量，醋适量。一、巴沙鱼室温下自然解冻后切块。二、鱼块加少许盐、黑胡椒粉腌渍15分钟。三、热锅热油，腌渍好的鱼块放入煎。四、一面煎至微黄后翻面，两面都煎至微黄后盛出备用。五、西红柿去皮切块，葱切碎，大蒜切片。六、平底锅留煎鱼底油，爆香葱、蒜。七、加入西红柿炒出红油。八、加生抽、醋、糖，少许盐调味。九、放入煎好的鱼块。十、收汁盛出。